辛苦了啊！他特别优秀啊，也是个喜剧演员啊。这次的喜剧演员比较多。对对对，颜值也特别的高啊，准备的表演。因为前面我认为有很多好的舞者，他们都没有拿到四票，我就觉得我不可能拿到四票。你看他的手啊，他手，看他的手。看到手了没有？嗯，哎，有啊！有呀呀！感受到了啊！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啊啊！哈哈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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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演别演别演啊！刚才上面才说的，我要四票，证明四位评委还是挺有眼光的。哇，一次过是最爽的哈。对，机会又少了一个。四票全过的就意味着能上去的几率就更小了，真的确实该拼了。他们必须要抓紧那个机会。对对对对。对，因为后面的机会越来越少。没错。哎，不管了，只要音乐合适就出吧。再不出去的话，我可能没机会了。所以我想，不管是谁。不管是什么音乐，我都要出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下一个。啊，哇，好快要转了，来。我的歌你要唱吗？要唱，上，上。请问有没有人不服？好。It's time to battle。就是需要刺激他一下，一有靠的机会就赶快去，你知道 ，call。还是 battle， 想清 freestyle battle， 有没有人不服？哇！再不上，可能到后面我没机会上了。我总归要对得起自己，我要跳完。我觉得我没有白来。鼻子，鼻子，鼻子。哦，鼻血砸出来了，鼻子，鼻子。拿纸巾，拿纸巾，快！来，纸巾，纸巾，拿那个有血的，冰一点的矿泉水。把头扬起来，把头扬起来。那一撞到鼻子那一刻，其实又很感动。他继续跳，他没有因为撞到了鼻子就停下来。Ten seconds. 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, OK.在那一刻，我觉得就是舞者对于舞台的尊敬、尊重。我觉得先去医院了，先去医院。哇，他好拼啊，真是拼命了。先去医院，很怕骨头。陈博文，因为你的对手现在暂时送去医院了，所以说就是在接下来的环境当中，其实你不能再选择出战，你要等他回来，你们俩终归会有一个结果。向所有的舞者致敬，谢谢。Respect。那下真的是豁出去啊，就大家都是拼了命的去想去争取证明自己。你希望挑战者来 call out 还是 battle？ 对面一直有人指我。
然后我就看到龙飞一直在指我，你是想跟我 battle 吗？哦，来嘛来嘛来嘛来吧来吧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来了，机会又来了，有没有人不服？全部都下来了 ，Let's get it。然后的确 ，battle 一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更多了，就更多那种火力全开的就来了。Music， 我给他。喂，哦，狠起来了，狠起来了，哇！这赛制挺残酷的，而且明知道对面是个大神啊，但是他不得不出来掰，这个机会也必须把握住。好，有请下一位，冯老板。四位老师好，我叫冯正，来自北京。你好，你好，冯正老师是跟阿雅老师一起出来表演的，还有石头啊，对，还有石头，他们三个一起出来表演的。请问一下，你说你在另外一个节目拿到冠军了。请问你在这边也会拿冠军吗？尽力，尽力，尽力。好，有没有想有没有想过会去别的地方？就是移民的意思吗？就是不用不用，就不啊，去别的队战队的意思吗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就是，就是，哎，怎么说？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别的队，真的。您有什么建议？我们福利好啊。那福利，你到底什么福利啊？你到底什么？你来了你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哦，还有福利啊？对，千玺他抢你的人呢、啊，没关系，他不要我了。我啊，妹妹，我是说，他真的是不是？其实不想，他不想要你。那看你一会儿投票表现。哦，谈条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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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。好吧，炸起来！Drop it。状态跟那边状态不太一样，你这边会紧张哎，因为剪辑，会剪辑，所以你在那边也是紧张吗？我的天哪，跳得很好，跳得很厉害啊！但是那边应该也有心痒痒的吧？没有，谁敢上？我好想看那种，就是你没拉过的背，然后有没有高背到，然后没人举手，他直接晋级那种。肯定有，肯定有。你对自己能够自信。